我就不喜欢杀生的人，就让他这个满身都是杀孽的，全身都是杀孽的人去做吧。海片不如意，我就去市场杀这个为生了。超老师即将转职了。我们现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去葡萄园。葡萄园吃葡萄不吐葡萄不吐，不吃走了不加币。这在家呀？回家。今麦阿哥还没，现在都还没好。这个已经那么紫色，还不能吃哦。哎哦，很酸哦。好，那我们回去吃东西。这几道？这个吧，一道吃饭好吃。这个就真的是真正的手入菜了。我说鬼八刀会，鬼八刀会，这个鬼爷北极龙百里百里。好啊，你做工，我吃饭啊。我先带你来边啊聚会。聚会哈，起火。哦，再不进来，我鬼八刀会。一点关系，孤独坐啊，二十分钟叫叫食。这道菜名叫啥？我家己拢讲卤肉，嘿啊。这个鹅肉肉。嘿啊。这是啥？那热，嘿哦，有够热啊，热死，应该，还是安尼，不过我感觉还是较软较香。哎呦，热气起来了，拿细的那个报纸在旁边呢。哎，羊肉干有翕。张得住啊？张得，有啊。张得还狂。这先分个烂啊！我今麦甲带回家，等下甲切落去会使食。阿妈呀，好用啊！阿妈好用啊！嘿啊！嘿啊！好用啊！好稳用啊！稳啊！你加个大盖，所以那个油要稍微放多一点点。你有感觉锅子黑了吗？好，那你把那个油均匀的用开，嘿。放水。好。待会这个菜会缩水哦。会好一点点水。会化吗？不然它会膨胀吗？疯狂灌炒，服啊服啊！好，好，不错哦。那我们就先去可以杀那个红鲟。好啊。杀红鲟，他很厉害。活的。对。活啊。他就是个杀千刀的。对啊。嗯。很香哦，是啥？这当归精啊，我爱看嘛，无这味就糟精啊嘛。哎呀，我拢爱煮这味的，我拢家己生，一年吼拢爱煮头两下。啊，你等下教我安怎做哦。好，来传了。哈哈哈！你水佬啊？是来来来。要不用这？当精，我就不喜欢杀生的人，就让他这个满身都是杀孽的。全身都是杀孽的人去做吧。海片不如意，我就去市场杀这个为生了。这个就四只、五只，他熟练了，比较记得啦。你如果说像当初那个第一次弄，我就可能会第二个步骤都马上忘记了。啊，阿嫂，喂，啊，我伫咧太阳井，啊，恁伫遮咧搞我生白啊？啊，一卡咧干你啊！你想讲你安尼甲我讲，我着坐落吗？啊，无你卖坐，你卖坐。啊，无我坐讲卖，啊，我无。就脚骨啊，就酸的。张三。好。哦，要修。舒服了，你们完蛋了。恁娘拍牌啦，啊，我来去教因做滴当归酒，我来做给恁看。今日当归当啊，下个下个皮雕啊，籽雕啊，籽甲皮拢下雕，放五斤。五斤甲盐甲辣辣，伊会生汤，锅内底有打，剩只尔。今我就加搅拌落去，盐，啊，这叫做豆豉脯，这咱去菜市啊买就有啊。放只糖，甲安尼甲淋落，就甲剩落只红啊内底。盐放足久的，这新起来放足久的袂歹去。安尼。哇，这是好多安尼，这就是两个月，这半年要一年咯。冬肉无淋这味的吼，阮这古早味的啦，无淋这味冬瓜上落吼，就感觉无好食。前阮妈妈一直传落，一定拢食这味的。走吧，我去出啥？啥？无？无？我到哪里丢你啊？夭寿！哎，你无代志啊？你对呀？我没想。
紧。哎，你唔是要炒菜，串好啊？好。先飘啊，先飘。先来炒，无等下中道无闲。OK， 来哦。先飘。我会手下留情的。就这样飘。耶！过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搞过来！先热锅嘛，锅要先热锅。好，油多少？差不多中间那个圆底。再来。好。火会不会太大？再来，我发现好像乡下比较容易看到这种弯铲，接近 L 型的铲子，这很好用。这种你看到这只要翻下去，然后你看手就这样就好了。标准拿法，有没有？撒盐哥标准拿法。那我们再来要加一点点啊。你家还是我家？好，你家，因为这是你家。调味之后再稍微焖一下。对。因为芹菜比较会有那个青菜的腥味。哦。对。好，你自己可以先试试一口。咸味 OK 吗？咸味 OK。咸味 OK， 那就好了，那就可以了。起锅。用心炒出来的，美味哦，赞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来炒蛤蜊。蛤蜊来喽！这个厨艺也是我妈妈从以前留下来，一代传一代。对，一点点，太少了。你不是来后面那句话讲快一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妈妈说好的。妈妈，蒜头要稍微多一点。蒜头要多一点。还会高油类。胸椎哦。好，什么？阿伯，阿内在，好，预备。注意哦。姜。蒜头加姜，先爆姜。妈妈下去。开心了，酱油高吗？好。哦，好。加一点米酒吗？酒要轻一点哦。好。哦。有香了呢。我们要加一点点太白粉，勾芡，稍微勾芡，让它咯咯一下。阿妈喜欢炒河蛤，好，没问题。这是加水吗？我们要吃到阿妈自然那个甜。哦，自然的甜，不要再加盐了。对，它那个汁才不会流到最下面去，渗到。对，加太白粉。然后最后就是九层塔。当九层塔一下，那算那是准备我们要上锅了。一二三，好。太快了，就不要再火再去炒它了，让它可以把它的汁啊跟阿嬷的甜啊都锁住，差不多啦哦。我们装盘了吗？哎，对，啊，你在装盘的时候稍微飘一下，有那个没有开的，我们就等一下，我们再稍微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其实没开也没关系啦，对啊，我们就把它。对，我们就硬走跟硬装手，好不好？他虽然不想跟你聊天啊，那我们必须还是要跟他聊一下，汤汁有点不够多了吼。好，可以吃饭喽。所以哦，最后一道菜喽，放饭啦！来喽！哎，给个位置先。这种像是一家团圆的感觉。哎呀，团圆菜，好来啊！来了，我们干杯！干杯！大家光临，干杯！我们大家辛苦了。辛苦了。这个羊肉卤，带皮羊肉哦，
哦。我只能看你吃啦，你先吃啦，你先呕啦，没关系。因为我们现在在看西湖，那西湖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羊肉炉。我以前来西湖都是跑去吃猪脚饭，以后我一定会吃羊肉炉。但我不会去外面吃，我会来这敲门。阿姨，我跟你讲羊肉炉。阿姨，公阿姨妈的，请早。因为阿姨有讲这个羊肉炉是要在前一晚的时候先用过，然后这样来炖起来。我不会告诉你讲不够暖，哦，不然皮也不会烂掉嘛。对啊，不会电伤筋啦。所以你要预约，可以吗？在旁边配一下这个我妈妈的空肉，还有我妈妈自己腌制的那个冬瓜。玩的快乐，也咸的呢，都爱吃惯，当归安尼收甜嘛。不过我崩，哎呀，好哦好哦，谢谢谢谢，这样好的。反正吃看卖哦，有。当初有在卖无？你看我综合感。妈妈哦，自己养的鸡哦，嗯，在后面。每次我用这个冬瓜哦，去用那个香菇瓜仔汤。然后有冬瓜，就是鸡就少一只就对了。真的是只有好吃啊，怀念了。鸡看到冬瓜会怕，对，就会怕了。自己炒的，多吃一点。有，我试一下哈。嫂子在旁边教学。去其他炒的菜，用大炒菜。你用那大炒菜，跟它会吸油吼。用大炒炒起来，感觉更好。感觉无同。足好炒的。诶，古早拢过去煮啦，啊，即马拢就是。古较无用啊。嘿，无，逐工伊阿妈逐工咧用诶。有。饭滚滚诶，放互冷，啊，再落去煮酒啊。哦。自己吃的啦。自己喝的。没有。像那个日本时代吼，嗯，都有这种老干锅啊。嗯。就自己用自己吃啊，我们自己像你们吃的这个羊肉炉面炉汤嘛，就几乎都快全酒。但是你们吃不到那个酒味，就是我妈妈自从昨天没有酒，对，啊，所以那个汤汁就很甜美，真的，哎，因为我们年底哈，我们现在拍这个企划就是秋老菜，就是其实就是巷弄之间的一些回忆的菜，或者是家乡的菜，外面买不到的那种，对，自家才会有的。那我们在学这些东西，然后年底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大家。一起来享用我们一整年下来的成果的手工菜，对，所以到时候也欢迎你们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，辛苦了，谢谢，感恩，希望大家都会在，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一起来。好，我们也算是这个吃饱喝足了，对，没错。我们今天感谢，非常感谢三代同堂，对，感恩，对，我们是吃的真的很开心。你要吃到就欢喜的啦，就欢喜的，无气嫌。不，这绝对无我都去嫌。对，因为讲实在的，这是咱算我们拍这个企划以来，算是我觉得很有温度的一集。确实，对，因为这个这些所有的料理都是我们三代同堂弄出来的，就是一代传一代的下来，一串一代传一代。那我们这个手入菜，其实企划也是希望把一些好的料理传给更多的人，没错，也算是在一个传承的概念。是，让大家很多人可以看到我们。一代三代同堂了，一代，可以让大家去看到我们三代同堂的那个我们的美食，对，阿妈是日本时代的，一代以后，二代以后，三代以后，哎，对，合理，一代、二代、三代，西武皇宫，那我们最后还是谢谢阿妈阿姨还有那个社长，对，社长，感谢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结束，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. Don't mind me. I'ma just grab my stuff and leave. 五口的，很甜哎，它真的是甜的啦，不骗你啦。我刚以为也是酸的，它没有想象中是那么酸。哈哈哈哈哈！分两大块。哦，我讲哥靠维他命 C 的酸啊，他不能接受维他命 C 的酸啊。